完美男人，痛并快乐着。木兰先生，来看我们。木兰哥哥，挤一下就好。你是所有嘉宾里最辛苦的，也是最幸福的。特别的爱，给特别的你。我为什么今天要来？因为我就是太喜欢王爷。希望以后大家友谊不要断。感恩回馈。人人争做生产标兵。今天想去那个农庄呢，就采摘一些东西。送给 A 栋的第一位客人，送给那对老夫妻。本周日晚，青春旅社正在热播。